生向晚之时，怎么过才算最好？品是笑容。有一味最便宜的冻龄秘方，微笑也好，哈哈大笑也好，爱笑的人才会有精彩的人生。最好的关系是相处不累，处关系衡量标准就是不累。不累就是没有勾心斗角，也不用互相提防。你知道我的难处，我有三五知心好友可以相伴白头，才不枉费来这人世间走一走。天晴了就谨记，见过太多风浪，经历过太多遭遇，往后余生记得对自己好一些。退休了，生活更要过得有滋有味，开心快乐每一天，过上最精彩的日子，这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馈。最好的回馈。